念佛功德，你首先回向高文轩居士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所有罹难众亡灵，能够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仰仗佛力，慈悲接引汝等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愿今天所有功德力回向读书会所有居士大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事业顺利通达，精彩广进，阖家眷属大家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让大家在学佛路上一切业障消除，福报禅定智慧慈悲增长，让大家都能自觉觉他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愿一切功德力回向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经济繁荣，政局稳定，世界和平，不再天灾人祸，更祈愿他们必将正功康泰，万寿无疆。愿一切功德力回向见者、闻者、随喜者、参与者，乃至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皆能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
起源是非伟大的佛陀，接受弟子众等至诚的祈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祝大家平安吉祥，阿弥陀佛。